好的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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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哎呀，笑到安尼啦，谢谢。你是八二八二，叫德国牧羊犬，你是较专业的，怎是全国人拢看你咧介绍啊？你介绍啊？这只叫啥？德国狼犬啦、啊，哦，啊，这只嘛是安尼气压压啦，哦，在你的教育之下，有你惊伊哦，哦，无你啊。比例的教育之下嘛，就变成一只小猫啦，就厉害啊！哦，过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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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这嘛德国诶，德国诶，叫什么？这叫啥？杜宾犬啦、啊，哦，这是咱鹿儿一姐啦，气牙牙啦，为大家介绍一下各名犬种的介绍了啊！啊，搁一只啦，你不来啦？咱台湾介台湾的好朋友啦。这样底下就好，底下就好，底下就好啦。这个啥？哦，这柴犬啊，你敢碰无？你看叶斌就知哦，你看你看，你唔敢碰啦。好了不？你看，这嘛是很角色，这家人哦，你看又外表便宜啊，你看因主人会当碰你啊，别人碰了你就老一老底。血流成河。以上是鹿河猛犬区的介绍，拜拜。我们不插广，拜拜啦。